追我。同学，你的输赢报名表掉了。着谁的脚步穿梭，以怎样的速度飞行到下一个路口，你们随着谁的想法在生活，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每个过去的错，眼前过往的事无法挽回，就像被人高的风筝让你受不了线，也许未来现在伤着我的只是暂时遇见，你能了解，每件事都有它的开头和结束，我们应该在乎的是那个段落，这世上无法理解的事太多，我们该如何去接受，要接受些什么，飞行在空中的风筝，你是否可以告诉我怎么做，每一天每年都掉进自己的漩涡，怎么做拍照。